初心是九点，其实我几点都一样，什么哪什么时候人气多呢，我就什么时候播，对吧？不然你这个起来再早，你们人气也不高，是不是？播他干啥？起来还早，起来还难受。他让我放个眼，他这里没有眼呢，他根本想象不到我在翻墙。好，他死了。电蓝烧蛋，红烧火烧，红烧卤蛋。我的发蹲，差嘞！闪现 W 不香吗？瞎子，像这一波的话，咱们这个那个盲僧就没有那个什么，他一个闪现套个盾，这一波我还活了。我一直在想着办法来杀他，知道吧？你要发现他这个蛋挺肉啊，他的蛋肉蛋。肉弹冲击翻墙他又死了 A 一下 W 还走位呢，走没病走两步呢还走位呢，把这波线给他推了。有一说一，我是一套可以秒他的剑圣，看到没有？ WQA 亚马特再 A 一下翻墙走位一下，你妈买菜必涨价，超级加倍。这边好像知道我在这边，这把给光辉治治借借网瘾怎么样？这下路的话是两个脆皮，而且呢我们家日女可以扛塔，也就是说这一把我们去下路抓可以越塔。发啥信号啊？发信号啊，我都不知道你给我发什么信号。你看你妈的蓝 buff 红 buff 也要头也要，你这个人你好像你妈个魔教岳不群你似的。蓝给一个，不给蓝的话我就要给你寄点辣白菜了啊，你这个小盲僧。蓝 buff 拿一个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看懂啊？瞎子，你的脸是不是不要了？你的脸怎么比我的防弹衣还厚呢？第二个蓝为什么不要呢？为什么不给啊？兄弟们，没看懂。上路有机会来，好家伙！就你也就对吧，两个点蓝还烧不死你啊，回家一下。嗯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很大度的，知道吧？男人就应该大度一点，偷把他鸡儿吃了就行，好吧？你妈是不是死了？你这个盲僧好像。还叫我去抓剑圣，神经病一样！你自己去玩啊！他还让他不给马儿吃草，还要马儿跑，这个人，那不给我 buff， 还想我帮他抓，他把我当工具人了，这个人。现推了，这一波肯定会有谁会问，这一波我们干什么？看好了，这一波还是老规矩。在这个草里蹲一下下路其中一个人，对吧？这个线是非常好的，而且这附近是没有眼的，他这一波过来我一个 WQA 就可以秒杀一个头，当然最好杀 ADC， 因为辅助有中亚来，当然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眼，我就当他没有眼。好 WQA，好家伙，再翻墙来射雷！哎，没有意义了，这个这个小家伙 ，Q A W A J 提亚马赫漂亮，
你要知道我这一波这么一抓，对面就崩了，懂吗？为什么呢？他们刚出来，花了很长的时间刚出来，而这一波居然还死了，是很亏的。嗯，啊，气不气？老子今天就要搞你。嗯，那你也可以刷吗？老子偷你鸡，别急。你惩戒咋了？对吧？我偷你鸡，我看你下一波有没有惩戒。好，我们吃个塔皮。他传送过来的话，我们就偷个鸡吧。AQA。大招一甩，当场去世。我伤害是很夸张的，兄弟们，也没有偷你的鸡吧？走。真的好像个傻子似的。这个人你妈是个贱人，走，先回家一下。我这一波没有，我这一波没有什么，我这一波没有这个状态了，咱们先回家一下。你要这么搞的话，我今天就陪你玩一玩。今天你的野怪一个没有，你看好了，除非你不抓人，只要你一抓人，你的野怪还想吃一个，我头都给你。你会发现这个人不太喜欢刷什么呢？刷石头人，把他。蛤蟆给他吃了，走。三、二、一，他想抢我的兵线啊！你以为你抢得过我？你抢不过我的，小老弟，知道吧？哎，气不气？炮车还没吃到啊，可气人了。赶紧把提亚马特做了啊！哎，嘿嘿，走，偷他的石头人，不要急，他现在只是比我多一个惩戒而已。来，把你鸡头了。嗯。哎哎，气不气？可气人了，气死你这个逼！哎，炮车给他吃了，这个逼！嗯，我再去把他三狼给他刷了，不香吗？好，把他三狼给他吃了。哈哈，你拿什么跟我抢？你有什么技能？就一个E技能。嗯，我再把你石头人吃了，溜了。你要知道他是跑得没我快的，知道吧？你还想刷野呢？你这个人。再回周末走。嗯。啊，你等一下要死了，等一下啊，你骚，回家一下。嗯。他想去打河道蟹，但是我这一波他有惩戒，你不要跟他抢啊。跟他抢，你就要生气了，走。嗯，不要着急。那你这个惩戒炮车，你 F 六有吗？你没有 F 六啊？你想打蓝是不是？看你打不打。啊，你打蓝，但他惩戒要好了，我就没必要抢他蓝了，抢不过，把他 F 六刷了就行。走。
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他妈了个巴子的，石头人，我们去搞一兽啊，偷几个小的都是赚的，知道吧？我打小的不行吗？哎。打小的就行了，翻墙。我们往前带一下，不是说不团，是现在还没有到团的时候，知道吧？你看我这单带杀这个剑圣，他不好吗？你会发现杀他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是你打团想杀对面剑圣就不简单了。嗯。哦，气不气？嗯，气死了。接下来我将会用我的个人能力为队友创造一些可以搞的一些机会。来，其实我想杀对面其实了如指掌，好吗？这一波对面光辉女郎交闪现了，而且还死了，我去把这个伊泽瑞尔杀了吧。翻墙 WQQRA， 好，推塔。当把对面人抓死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推一些塔了。走，剑圣来了，看到了，什么意思？别搞啊，再搞剑圣死了。翻墙呢，你不死了吗 ？QRA。死了啊！再放个 W， 哦呵，念经呢，给自己超度呢，剑圣，偷个鸡吧，漂亮，一套秒对面就可以，推一下，救一下，对，打他蛋。打他们，漂亮啊，一花二还可以，能推塔吗？这队友玩的都挺好的，你看34分钟 AD 300刀，上台也300刀，其实他们的补刀都挺多的，说实话对面其实也不菜。这一波杀一波光辉，光辉有中亚杀戮，翻墙，幽默一开，大队闪 QRA，再 QA， 再 W， 我伤害是很夸张的，兄弟们，先推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上路高地已经没了，剑圣的话有点东西啊，翻墙，他好像是死了，翻墙 ，QA， 死了，不追了。我的流血效果是很夸张的。来了，这盖伦膨胀呢，这盖伦，我翻墙，对吧？这波我放个点蓝，这一波 Q 点蓝接 W 开大，去他护甲先，再放大，再配合木刃，对吧？也说这一波打了两个木刃的输出，而木刃的话虽然说不是正式伤害，但是呢伤害还是挺高的。小门牙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门牙来一个，再来个门牙，再一个 W， 还有走，知道了，再放个 W， 漂亮，小心一点啊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我这个血量是相当危险，漂亮，我这血量不行，再 W 一下，他们走了，走位一下，推个塔，让队友推一下，推个塔 Q 小兵位移走一下，别急，他想 A 我，漂亮ADC 疯狂输出，漂亮，还行还行，如果想要学技术，想要学泰隆的朋友呢，记住一定要点关注了，因为点了关注是包上分的。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，拜拜。